我们我觉得我跟那个我们家督宝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父子关系。就现在你看，在我这儿带着他的是舔毛，就是平时啊，就这会儿可爱，时不常呢。这个你看，如果要是今儿您赶错了能看着，他会这个在舔完毛之后呢咬我一口，然后走。我们这个父子互动吧，经常是很良好。但是呢，也经常会出这种奇怪的事情。我觉得做视频啊，怎么说呢？再怎么去做，也不如这个，也不如我们家督宝出镜，然后那个得到的欢迎多一些。所以，真的就这世道啊，真的没法说。这么费劲巴拉的，你做视频做任何东西，然后呢，没有督宝这个受欢迎，这也是作为铲屎官挺自豪的一件事儿。